还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然后票都可以参加抽奖，所以记得要把东西都抽进去，不过要记得填好它上面的资料，要记得填好哦，白白的投进去没人知道你是谁也是不行的哦。双向的，这很重要。哎，这是我。
吧，没有红外线没关系，等一下你帮我研究看看为什么没有红外线哦。好，可以看到就最近这些茶会呢，你们有接触，或者是说之前你们在同人志贩售会的儿童文字的这个中心有搜寻过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内容的，请举手。有搜寻过的请举手。好，没有搜寻过，你有机会可以去搜寻看看啊、哦。比如说你点茶会或是综合活动，就会看到不仅是公益茶奶茶会，上面都会有很多各式各样主题性的活动。好，比如说，这个是凹凸，最近凹凸很红嘛，对不对？就办一个凹凸的茶会。好，刀音哦，最近刀音也蛮红的嘛，对不对？还有什么泽田钢琴家庭教师，我们看到生日会哦，就是呢为了阿刚我们的家庭教师主角。然后来进行的南瓜先生不唱歌，谢绝龙卷狗进入，这我先稍微卖一个关子，因为我也有参加这个茶会。好，接下来下一个，我刚刚问了有参加跟没参加的，那我再问一下哦，你知道但是没参加的举手，你知道有茶会有 only 有活动，你知道有这样子的活动但是你没有参加的请举手，没有参加过从来没有的请举手。好 ，OK， 请放下。那你从来没有参加过，请举手。从来都没有参加过这样子的活动，请举手。好，那我想问一下，你今天为什么会在这边？好，想来看我吗 ？OK， 好。接下来呢，我来问一下，我来跟各位解释一下什么是茶会的构成。一场茶会的构成，我们今天把范围聚焦，尽量在茶会身上，或者主题性活动身上，因为想让大家了解一下到底这个是什么东西。哦，没有参加的，或是有参加的，可能你不会注意到这些小细节，但我们今天可以讲一下茶会的构成。我今天举一个范例，就是我之前有被邀请去担任他们茶会的 coser， 这主题可能比较特别。这是他们官方的 logo， 有看过这部电视剧的请举手。伪装者，有看过请举手，一个，只有一个吗？我工作人员都没看过啊，没看过是不是？有机会可以看一下，这个是比较特别的抗日剧，哦，就是有点 BL 抗日剧，我自己这么觉得。好 ，OK， 为什么有点 BL？ 因为这两个主角呢，他们是明龙跟明成，那他们在这个作品里面就是饰演大哥跟二哥，他们其实没有血缘关系的，他们的互动呢就如同铜墙铁壁般的这样的坚固，并且呢是互相扶持。那所以呢，就有很多的同人志的写手或是同人志的绘师，就会给他进行二次创作啊、嗯。好，那接下来呢，这个活动第一个茶会一定要有什么场地？所以我们租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场地，啊、嗯，在某个艺文空间，在板桥区。然后茶会还有什么呢？他不理我。好，要有一些小小的礼物，比如说邀请卡，哦，邀请你过来。那这邀请卡上面可能就会有绘师画画，那就是二创的行为嘛。好，可能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跟这个主题有关系的东西。比方说他们是抗日剧的间谍片嘛，所以就会有一些特那个叫什么电报，所以他们把一些社团入场的邀请卡做成像是电报的样子。就特别主题式的，那接下来呢，可能会发行一些报纸。那这些报纸，因为这是明初上海时代的一些剧，所以呢，他们把它变成了一个比较有明初风格的一个报纸，上面有我的照片，还有那个，然后再来，可能会有一些来场的礼物。那这些礼物呢，可能是跟主题无关，但也有可能是跟主题有关的。再来，我们看到这个是谁？你们不知道他是谁，你们只要知道他是来这个会场想要来参加这个活动的参加者，我们可以称为观众。那这个参加者呢，他可以干嘛呢？他在现场要有什么游戏给他玩，这样他才会觉得说我感觉有参与到的感觉，所以茶会里面会有一些游戏。好，那这个游戏是跟谁玩呢？跟我玩，我跟我的那个搭档刘，之前呢我是被邀请的，所以呢我们两个就会跟这些来宾来进行现场的游戏互动，然后呢那些迷妹呢
好，再来，还会有什么？我看到我们就是在那边干杯，有没有？茶会通常会有水酒，就会有甜点，会有饮料，然后所以让现场的朋友可以在这个现场，在这个氛围当中呢，享受美好的下午，是美好的夜晚，美好的早晨。于是呢，最重要的，如果这个茶会没有人想要来参加的话，这个茶会可不可以成立？就没有这个茶会了。真的，所以其实参加者，也就是我们观众，在茶会的过程当中来讲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你们的话，这场茶会就办不成。所以通常我们会在茶会举办的之前，会举办一个什么意愿调查。我今天想要办这个活动，有没有想来参加？如果没有想参加的话，我就不想办呀，对不对？一定是有响应。好，这是茶会的构成。接下来我们看到统计的数据，这个数据呢是有一个研究生啊、他统计从1996年到2012年有关茶会啊、的一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哦，这是特定组。特定主题的数据呢，从2010年开始到这个2012年，总共几场？突然的特定主题就突然变60场，那原本可能都是20场、10场之类的，到2011年左右突然往上。接下来舞会、茶会，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今天探讨的主题，到了一样，2012年，咻。突然往上窜升了，也就是说呢，10场以上的各种主题式的都会有哦，所以其实可以从这个现象探讨出来。我们以前是，我大概是2000年开始玩投资，那到2012年，我也是突然觉得很讶异，怎么大家越来越喜欢办主题式的活动？可能是我们的心内心的渴望，实在是没有办法去用。cosplay 或是只用就是写的方式来完成，我们想要有一个形式，让它可以完成。好，所以是来接下来我让你看到那边有个圈起来的，1998、1999、2000，这个突然是从原本是零，到那边突然是有一。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场茶会舞会相关的活动，你们猜猜是哪一场？就目前有文献资料吗？你猜是哪一场？有没有人知道那个时候流行什么？现场有就是2000年以前的 poster 吗？没有，不敢承认是不是？啊，就是我。好 ，Final Fantasy， 那个时候是泰巴舞会。知道 Final Fantasy 的请举手。知道哦，太空战士嘛，对。好 ，OK， 请放下。台湾台艺什么太空战士啊、哦？好，那个时候有一群同好，他们呢，哦，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那这个是那个时候的某一个 poster 进行的访谈。那个访谈他说呢，我直接念给你们听哈、哦。这是一个泰巴舞会里面有的剧情。那当时呢，有一个社团叫 ACG Station， 他们跟 CW 有合作。那个时候还不是 CWTO， 那时候叫 CW。然后呢，他们想要还原这个场景，想要还原这个场景，所以就主办这个活动。特别呢，现场可能 CW 同人志贩售会有去过吧，现场可能会有什么摆摊，他们特别空出一个舞池，然后呢，就让 coser 在那个地方跳舞。据说那个时候，除了 Final Fantasy， 就是很多人会穿着太空战士的制服啊。还有舞会的衣服啊，然后舞伴呢在这边跳舞之外，旁边可能还会有什么太空望啊、空城演艺啊、闪电霹雳车啊，哦的 coser 在边边角角一起跳，对，就是一种很特别，虽然不是还原现场的这个泰巴舞会的感觉，但是旁边的 coser 他们一起即兴的演出了新的创作的过程，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二次创作。好。所以泰巴舞会结束之后，那个时候还是在师大，88年6月12号、13号的时候在师大。对，这个东西呢，这个活动呢，在当时呢算是小小的创举。那进而呢之后就陆续的会有一些更多的特别的主题的活动来就是展出。
这是算是第一场有 coser 介入在这个舞会跟茶会的一个活动，虽然那个时候是跟 CW 合作。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最近期我有参与的同仁的茶会或者是活动，我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比较代表性的。Tiger and Barney 这是主办的 logo， 这全部都是二次创作的 logo。OK。有人知道我在哪吗？应该没有人知道我在哪。哎，有了，我看到了，就是，好，我要指出我在哪了，猜猜我在哪啊？这是我，看得出来吗？看不出来，对不对？啊，我是那天的主持人，所以呢，那天呢，他们叫我出，就是他在班里面的一个女生角色，她是一个，我记得是一个。所以呢，我就是担任这个主持人的角色。好，这是大概是2013还是2015的时候吧？13，我记得是13年。好，下一场呢，美餐飨宴，这是东京餐种的实境游戏。这是现场的状况，我记得一场有120个人，总共两场，所以两场有240个人。OK。那我是扮演什么角色呢？来，我扮演什么角色？就是那个东京餐厅里面的美食家。然后呢，这个是就是很可怜，就是抽到要跟我互动，然后就只好默默在旁边看着我，就是在那边吸金木的那个卫生纸、内裤什么的，金木的血液的卫生纸。好，这个就是我。那我是那边的，我也要是那边的主持人。并且呢，是接现场的 cosplay， 好，跟现场互动。那你看到的现场所有的人，这张照片我们看不太出来，但是那天我们是要求所有的人到现场都是要戴面具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主题就是美食家的聚会，就是由月山他举办的一个舞会，所以现场的来宾全部都戴了面具来参加。还记得那个原作里面他戴了一个面具，对吧？就是真的，就是从那边衍生出来的。好，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秋寿宴舞，刀剑乱舞的同仁茶会，有去过吗？有去过举手，应该没有吧？这场活动在阳明山上面，哦，你有去过是不是？哎呀，忠实粉丝啊！好，我们一共办了2天在阳明山，就知道这个 coser 就是要从自己的家里到阳明山这件事情一大早，哇，真的是还蛮特别。然后呢，所有的刀就是都是出内方的角色，然后在里面。那这是我第一，我其中一天的角色了。对，他不是内方，他是正装，对吗？对，他是正装。有一天是正装，有一天是内方。那我第二天的内方是出一打子。对，然后那一天，哎，你那天有看到我吗？你是哪一天看到我？你两天都有来，是不是？好 ，OK， 好，你还记得那个时候的状况吗？记得那天有点飘雨，对不对？然后就有点寒冷，对不对？所以大家就会在寒冷的阳明山上呢，跟我们一起共度一个美好的就是下午。这个是一个主题式的活动，我们在前面有安排一些就是影片。那这个影片呢，可能就是会在我们的这个现场当中呢，就是进行解谜。所以影片是前置，现场会有解谜，这是一个主题活动。那我记得那天呢，来的同好呢。真的是很辛苦哎，每一个都从山下干上来，太厉害了。但是因为是大家想要一起来上来参加，所以这个活动才办得成。如果一开始就没有观众想要来参加，没有参加者，没有贵宾想来的话，这活动也是办不成，对吧？确实是意义很重要。好，接下来我们看下一页，官方的茶会。最近我参加官方的茶会，有玩这个游戏的举手，有哈，有去参加这场茶会的举手，没有啊？好，来，我出什么角色呢？对，就是我出的角色。那这官方邀请我就出这个角色呢，来到现场跟我
记得好像156位左右的嘉宾，然后现场的来做一些互动。但是因为156位真的太多了，你看这么多，非常多。然后这个是那个 CEO 的嘛，是 CEO。然后这场我们台湾区的老板，对，然后后面全部都是嘉宾，然后前面几个 pose 在这边，然后这他还抱怨说我挡到他一半的脸，对，好，那这个活动呢，跟同人活动最大的差别，你们觉得是什么？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差别，但真的最大的差别就是官方有来，然后呢，声优有录影，就是录影，就是那个韩国的这个声优还有录影。现场还有竞标拍卖的活动，他会拍卖活动的金额就会捐给流浪动物协会。我觉得他们做了一些我们可能同仁做不太到的事情，就是钱很多，所以可以做到比我们更多的拍卖那个品牌，非常多。而且只是你知道现场这个场地在哪边吗？大直的点华，你知道有去过大直点华的举手。你们知道婚宴场地一桌要多少钱吗？一桌要多少钱你知道吗？知道吗？通常大概2万起跳，一桌2万，只能坐10个人。对，通常我们办一场茶会，大概2万到4万，场地可以跑不掉。那天拿150个人，你看几桌？你看多少钱？大直的点华是台湾婚宴非常有名的，就是承租的场所。我们那天呢，隔壁还有人在办活动，都是一些科技公司啊、什么公司啊、大厂商办活动、办婚礼。那你知道婚礼一场下来场地费多少钱？可以自己去查一下。所以官方他们有钱办在那个地方，那真的就是一个很隆重的一个场地。我们每个人进场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像是新郎新娘走出来，因为就是有 spotlight 灯光，然后全暗这样子，然后现场就走一条红毯这样出来。就是这个样子，非常非常的厉害的一个场地。所以现场在官方举办活动的时候，其实我还蛮感动，就是说官方愿意举办这种团队的茶会。OK， 好，接下来换下一个，其实都是因为爱，看到这个爱心，不管是官方还是同仁，其实所有的参加者，他们最主要都是基于爱，我喜欢这个作品，所以我才愿意过来。我因为喜欢这个作品，所以呢，我才愿意 cosplay 这个角色。不然我们其实去参加茶会，除了官方的，我们去参加茶会是没有钱的哦，是没有领钱的，没有领薪水，大部分都是这样子。OK， 那你们看到就是比如说20几个 coser， 30几个 coser， 也都没有领薪水，全部所有的 staff 就是为了要办这个活动，那都是因为都是同仁的，所以大家都是基于爱喜欢。才会来办，可是蛮辛苦的。好，再来。但除了基于爱之外，我另外在做研究的时候，其实有研究到其他的东西，所以这是我今天就是会稍微跟大家分享的主题。这是我的论文，很小一个，上面写的是全职高手 cosplay 的观众接受理论。我写的是全职高手，为什么我只写全职高手呢？因为每一个作品会去参加的人，他们的想法都不一样。那如果说我全部研究的大范围的话，可能我的论文就会不确实。那做论文其实还蛮辛苦的，光是研究全职高手，1-2年就过去了。那如果还要研究其他作品的话，我希望说我们还会有更多的就是喜欢动漫作品的人可以一起来研究。好，我研究的这个范围，我缩小到曙光这一个同门茶会。为什么是曙光呢？这个是当天他们所有曙光的现场的一个状况。曙光是全职高手的同仁茶会，这个同仁茶会呢是非常非常的，该怎么讲呢？二创的有点半架空原创的一个状态。他们把全职高手的舞台，把现代搬到了明初，也就是说他们重新给这些角色赋予了新的设定，就是他们是民国初的。这个角色呢，他们会在这个茶会里面做互动。那所有的全职高手的一个茶会，就关于全职高手的活动，我自己统
有四场就是这主办办的，其他也有其他主办是很优秀的。可是为什么我会选这场？因为这场真的非常特别。全职高手有几个角色？非常非常多，多到你都记不起来的一个状态。可能大家只记到叶修，那你们知道，你们知道星星以外的角色吗？杜明，杜明应该知道，因为喜欢唐龙。好，这么多的角色，如果我今天不是拥有高度对这个作品的一个喜爱，我会想要去参加这个活动吗？我去到现场，可能谁都不认识啊，他是出谁？这个黄头发的是谁？因为他们全部都只有就是头发特征，你在现场可能看不到，因为是民国初年，他们全部都变成另外一个风格的角色。你到底要怎么认出来？你要怎么认出来？其实就是靠你对这个作品的喜爱。你才有办法认出来，你对这个作品的理解才有办法认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作品非常非常的，该怎么讲的特别，这个才会很特别，所以我去研究。那研究的过程当中，其实呢，我也发现这十九名候选都是社会人士，就是所有去参加这个茶会的 staff 都是社会人士。那我就是讲个题外话，为什么都是社会人士？你们知道吗？他们可以办四场，其实最重要的。很多的原因是因为社会人士是一个他们比较有社会经验，跟这么多人一起相处的过程来讲，大家都是无偿来办这个活动的。我在过程当中要经过多少的沟通，多少的磨合？如果是一般的没有出过社会的学生，可能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心灵上面的挫折跟打击。但是因为他们是社会人士，所以他们有办法 handle 这一段。那再来呢？就是可能钱还蛮重要的，社会人士他们可能会有基金，他们可以先垫用，先挪用自己的款项，然后再从参加者那边回收回来。但是学生不一样，学生就是没有钱，对，除非你是家里很有钱的学生，但是一般来讲，学生没有工作的话就是没有钱，所以在办这个活动来讲的话，可能会比较困难。这也是我特别想要呼吁的，如果你是学生，你想要办茶会的话，可能要思考跟人沟通的问题。资金哪里来的问题，这都蛮重要的。好，那接下来为什么？问大家为什么？为什么你会想要参加？来，我想问一下，你想为什么？因为这位你都来参加了，参加很多场，你为什么会想要来参加之前我们办的一些活动或是其他的茶会？喜欢这个作品，这是第一点。再来，喜欢我们的团队，非常谢谢你。喜欢我们团队办的企划，这其实蛮吃主办的，对不对？哦，好 ，OK。那我问一下，刚有人没有参加过吗？那我想问一下，好，为什么不想参加？为什么没有参加？你没有参加，对不对？来，为什么没有参加？啊，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几岁？15岁应该想象一下未来的人生吗？来来来，你看我刚才15岁，来，为什么不想？为什么觉得不会想参加这个？很忙，好，很忙是一个理由。来，那问你哦，帅哥，为什么不想参加？或是为什么没有参加过？费用比较高，所以呢，如果今天是 LL 呢，很多萌妹子。比如说很多大手的梦梦梦，或是小鸭千寻，全都去，全都认识他。好，这种的去茶会都会去。看时间哦，突然开始有一点想去的感觉，想去的感觉。好，那我问一下女生，好，有没有女生没参加过茶会的？女孩子，有没有参加过茶会？没参加，没有不想参加，或是你觉得现在没有办法参加的，有没有？哎，突然的都没有，好，没关系，我帮各位做一个解答啊。好，为什么呢？字有点小。好，会想要参加呢？第一个就像我刚刚说的，因为主办，这是真的有经过访谈过。有一个我去参加的观众参加者，他说，每一次主办的事情都让我觉得很意外，也很惊喜。到底要经过多少次的脑力激荡还有时间？
出几次成功的一个活动。那么呢，主办的细心啊，来到从那个礼物到现场的互动，都是有经过特别的安排。那么茶会呢，这个感觉不只是当下才算参加茶会，因为结束之后或是在家里开始之前，你会收到邀请函，我觉得就已经开始酝酿活动的感觉了。这是他对茶会的一个评价。那没有参加过的呢？他说我对这种活动就还好，就是有些去年参加有些去参加的朋友我是认识，有去参加茶会的朋友都认识的，他们可以很轻易的把 coser 带入他扮演的那个角色，所以他们会用那个 coser 扮演的角色的互动来去做现场的方式，但是他没有办法，因为我直接讲，他对 cosplay 的期待都是负面的，都是负的，只是在负的当中又比较高分，比如说80分。但是90分，但是就不会看到100，而且他也不期望可以看到100，因为他心中期待那个角色就是只有在2次元会出现，对，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探讨这个期待与接受，对于茶会是最重要的。如果你今天你不期待有这个茶会，或是你不接受参加茶会，那么这个茶会跟这个茶会跟这个活动可能就不会有你的生命存在，因为你本身就不期待，你为什么会来？对不对？好，所以呢，期待与接受。如果你今天你对这部作品有热忱，你也对 cosplay 或是现场的 coser 或现场的活动有热情、有期待感，那么呢，大家就会一起从热情到理解聚集在一起。我们称这些人叫做迷。好，这个在这个研究的论文，很多人。很多同人志啊，或者是什么二创啊，甚至是其他领域的运动啊什么的，都有在研究迷这个东西，迷文化。其实我们动漫就是一群迷，只是我们是动漫迷。那有什么运动迷？有什么赌博迷？还有其他的各式各样的迷。那这些迷呢，聚集在一起，就会形成很大的一股力量，就会。很多很多，你们超乎官方期待想象的一些事情，对，这个就是迷的一个力量。好，比如说这个，这是《进击的巨人》摄影会那个时候的当下，我在哪里啊？是我，那个团长在那边笑得多开心，我也不知道我在干嘛。那总而言之呢，当天现场这些都是 poster 嘛，对不对？就是现场，你看这些都是来宾，这个也是，然后这边有几个是来宾的。我们大家就是在现场，好像同乐会一样，在这个进击的巨人的这个摄影会的现场，到最后大家就好像在狂欢，就会享受当下这个气氛。所以其实大家在这个场域里面，如果你有共同的一个热情，有共同的期待，而且共同接受这件事情的话，你在现场就会变成这样。对，当然你有可能是选择旁观或是忽视。好，那么 coser 的期待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知道茶会的构成不止 coser 观众嘛，那 coser 的期待是什么？好，他就是我嘛，对不对？我期待这个人跟我干嘛？这个观众我期待他干嘛？根据我的受访的经验，我访谈的经验呢，大部分的 coser 会说，我希望可以让这个角色在当下真的活着，就不只是我在这个书里面或者动画里面看到的一个状态。我希望这个角色真的活着，活在我的心中，也活在现场。再第二个，可能我希望呢，是真实的跟观众在当下推动故事。也就是说，他来找我的时候，其实我是希望他可以跟我一起互动。其实这个女生我记得很明显，她那时候也有跟我就是讲一些现场的台词、现场的即兴，只是她比较有点放不开，所以她的动作有点害羞，但是她的台词是有讲出来的。我期待他可以跟我讲更多，这是我们的期待。再来，我们其实是想被认同，被什么认同呢？就是也许今天在茶会的现场，有人跟我讲说，我觉得你今天出的角色，好像真的活生生的二次元出来了，哇！可能我在里头看到的时候，我就会很感动，或是 coser 们就会很感动。还有，大家辛苦了这么久，其实最重要的。看到某些话就会很爽，就这些，这些 recall 都是那个
可能我们会给大家写回馈单。这些回馈单里面大部分都会写什么呢？辛苦了，太棒了，真的很值得。谢谢大家，谢谢你们，就是办了这么棒的活动，辛苦了，辛苦了。其实我们只要听到这个，没有钱我们也很开心，就是这样，就是没有钱我们也很爽，就是因为我们成功的把我们心里面想象想出来，而且也成功的让你们感受到。那这就是 coser 他们想要，他们的期待是这样。那观众们参加的期待又是什么？这一样也是就是那个冬兵参赛那个时候的那个最后的舞台决赛时间，参加者的期待是什么？我之前访问过就是全职高手的那个参加者，我问他说你的期待是什么，他说我觉得应该是宾客参与度很高的活动。哦，他觉得如果是参与度很高的活动，他会愿意来参加。所以其实通常会想要来参加茶会的人，可能第一个想要交朋友，第二个他是希望可以跟coser互动。好，再来第二个，好，观众区，他说有自己喜欢的角色。然后刚才有一位朋友说到，有自己喜欢的角色很重要。如果今天不喜欢这部作品，不喜欢这部角色的话，我可能不会来。因为我没有感觉，我看到他不会有感觉，知道吗？哦，好，再来。我的观众问他说，很多朋友是 stable， 然后之前他们的口碑很好，就是刚才哦你讲到的这件事情。因为有朋友是 stable， 我可以知道这场活动绝对办得成，并且绝对办得很好，去参加绝对可以获得超乎我想象的期待。那这个我就会去参加。是的，其实大部分参加者的期待都是这样子。好，那再来呢？还有，他们就是期待的时候呢，他们会把这些心里面，就是其实这个东西啊，是他们心里面我访谈之后的想法，但是他们具现化在那个官方的那个想法都是期待，还期待，好期待。他们会把这个东西就是像是应援方式的，就是告诉官方，但他们可能不会就是讲出这么心里面的话，他们可能是很期待，很期待，所以他们的期待是。OK， 好，这也是期待，期待，好，很多期待啊。那参加者以曙光全职高手那场活动，他们获得了什么呢？来跟各位分享，他们获得了什么？好，因为是曙光，是全职高手，所以里面可能会有一些角色的名字。那你们知道的话可以看一下哦。那不知道的话呢，就像期待与接受这个理论一样，可能你们会。有点不飒飒，那没有关系，我们就看看每一位 coser 都很让人喜欢，让人印象深刻的即兴演出有孙翔对叶修送来的快乐，送来的人的快乐快感啊，这个可能我有点失误，那应该是孙翔对叶修快问快答，然后再来大声刁难不知道他生日的妹子，然后乐乐出手相救，现场中。是现场在那个茶会里面发生的事情，就是有人不知道这个孙哲平的生日，就张家他就为难这个妹子说：“你不能过关，因为你知道我生日。”然后那个张家乐就出手去相救这个妹子，然后这妹子就会觉得：“哦，我被张家乐救了。”这样好，接下来将波涛大大在演戏中突然出现英文，好，就是可能他们会有一个演戏的桥段。那我去找江波涛这个人的时候。他们会突然，就他突然跟你讲说 ，This is a bad dance， 什么 dance， 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哇，这个好跳脱角色，但是好像可以这样，就是可能他会有一个新的这个视野的变化。OK， 接下来还有什么呢？方位大大把应该找他交往任务的妹子骗得团团转，好，因为方位他本身就是一个很轻浮的人，所以他把这个妹子骗得团团转，他觉得这个让他。角色活过来，他觉得角色活过来。OK， 好，那再来，有个观众他说，钟石凯和江波涛的 coser 很符合我内心对这个角色的形象。观众，跟 coser 的即兴表演真的很心跳加速。我知道，就是如果有去参加茶会现场，你刚好也非常喜欢这个角色，那这个角色突然接近你的时候，你是会有一种。刚好他要还原的时候，你是不是会有一种心跳加速的感觉？或是我的话，我也会有。OK， 好，再来，观众君他说他们活出了角色的色彩 c o
很深的特质，去活出了一个角色新的色彩，让这个角色真实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质，我会喜欢这个角色，就代表我可能有某个地方跟他很像，我会从跟这个角色很像的地方来去做延伸跟发想，而这个观众他也感受到了，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好，那再来，观众 H 说，活动结束之后完全被大声的 coser 圈粉，那个大声的 coser 我认识，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老的 coser， 跟我大概同期的，我自己说的是这个。好，然后呢，再来，他比我还要高，他比我还要高，然后长得真的很帅。那大孙孙哲平他的发型是很短的那种，然后那天我记得听说他有个动作，就是轻轻的把西装抓过来，然后甩在手上，然后很狂的那种感觉，很慵懒很狂的感觉。那这种可能你在作品里面可以想象的那种感觉，但是真实的被呈现在现场的时候，你知道那喜欢孙哲平，或是也许不喜欢孙哲平，都会往那边一看，他怎么这么帅？对，就是这样子。那今天有几组在跳舞的妹子啊，就是我就觉得啊，怎么那么猛，都有感觉，大概就是跟周董差不多 ，OK， 被圈粉。好，所以其实就是在现场的时候，他会被圈粉。好，再来，茶会脱口的表演形式，以曙光为例，是什么呢？因为大家都刚看到的是，你们看到的是那个观众他们想看到的东西嘛。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其实 coser 在想什么。好， coser 在想什么呢？ coser 有可能在想什么？我直接访问一个，就是一样全职高手里面茶会其中一位 coser， 我就不说他的名字，不然等一下他说我在爆他的料。好，他说我以前出的角色都是女生，女孩子的角色，所以呢，我会很担心观众跟我看到的是不是在同一个水平上，因为他对扮演男孩子一开始没有信心的。可是第一场活动的结束之后，观众的反应还算是可以，也就是观众给他反应。今天如果观众没有给我反应的话，我也会觉得很失落。但是如果今天观众跟我互动的话，我会觉得我好像被认可。其实那只是一个瞬间，一眼瞬间，一个眼神或是一个互动就被变，我们就可以感受到。所以我开始比较有自信，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他透过了第一场活动找到了自己的定位。我刚说了曙光这场活动办了四场，所以呢之后接下来他就有他第一场接收到的模式，然后来去找到第三场、第二场、第三场、第四场的表演模式，就是大概是这样子。所以他们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是透过跟观众的互动来建立自信心的。所以你们重不重要？你们好重要。如果你们今天没有给反应或是没有给互动的话，也许我们就会没有自信，下次我就不出这个角色了。其实 coser 心态大部分都是这样子，我自己也是啊。如果今天我扮演这个角色，然后我在现场茶会，比如说我出外写球，那我更互动，你是戏剧吗？好，我看到这个反应我就会很开心，因为他笑了，就代表就是他有接受到我的反应，即使他是笑。那如果现在他完全不理我，我就会想说，是不是我的表演是有什么问题？对，那是这样子。OK， 好，所以你们很重要，你们的反应真的是很重要的。好，所以呢，就是有信心，下次会更好。好，再来呢，我实践，我做完研究之后，我就想要实践这件事情，所以，我去实践什么呢？我去实践就是 coser 跟观众他们的双向沟通、双向交流这件事情。因为茶会是这个形态，我就想要去实践它。我怎么实践呢？我怎么实践呢？就是这个即兴演出，我想去实践它。我怎么实践呢？好，我办了一个活动，就是我今年主办的活动。我今年一毕业我就办了这个活动。那其实过程还蛮累，因为只花了半年的时间要筹备，其实真的还蛮辛苦的。但是呢，我很感谢就是愿意来支援这场活动的所有的 coser， 他们都是无偿支援，都是无偿。那为什么会无偿呢？因为我以前也卖了几年了，没有还过，对不对？好，那但是呢，其实这是互相的，这个也不是什么人不人情，就是因为我喜欢，我想要，我想要完成这件事情，共同的来完成。那我们就想要共同的一起来把这件事情做好，把这个计划完成。我去实践它。
在其实，在实践过程当中，我才了解到说，其实主办是多么的，就是在过程当中多么辛苦。所以我今天看到是我们才艺文化这边的，就是现场所有工作人员的时候，其实都会心里面深深觉得那样好辛苦，办活动真的很辛苦。对，好，然后呢，我实践了这个活动之外呢，我接下来还参加了就是其他的活动。时间二。就是我一开始就是跟各位讲到的这个9月30号要准备开放报名的《南瓜先生不唱歌》，这是什么作品呢？你们有人知道吗？是什么 ？FGO 答对了，哇，今天太厉害了哦 ！FGO 的活动，那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的阵营。那这个 FGO 里面的活动，我在哪个阵营呢？然后就真的来剧场走走了，然后
那个 coser， 我今天讲出去会不会就有人就传出去了？那时候我是谦虚，就是 M 秋的主办。好，然后他就是那天被我抓去，所以我那天有跟他合照一张，然后就很开心这样，很开心他愿意来支援我这个东西，因为其实他也是很忙，平常很忙的一个 coser， 每天都在游戏的行程，然后每天都是就是有时候就去国外当评审，然后那天前天晚上我问他说你哥会不会在，会不在，然后就来支援我，然后来拍我这个影片这样子。那剪辑这影片的人是月尊，我先初剪，然后我请他帮我后剪，因为月尊剪影片很厉害，然后所以我们三个人就花了很短暂的时间把这个东西给完成。其实大家都还蛮厉害的。那我会讲这件事，其实也是要告诉你们说，其实我们虽然我们是比如说，可能在你们来看来的话，可能是粉丝团可能有好几万、好几十万的赞，但是其实我们也只是就是有时候我们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是无偿的会想要去做这个事情。对，所以如果你自己也有这个心力想要去做这件事情的话，其实你只要认真，对吧？你就会想要做好。对，我们都是同仁精神，对，我们心里面都住着一个同仁的苦。好，那先把这影片关掉，再给你们看。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影片，可以帮我把这个影片关掉吗？谢谢。我来找一下张夏的影片在哪里。进阶巨人摄影会之前去过的举手，等一下，我慢慢。摄影会之前有去过的举手，应该是这个有吗？帮我点点看。有，之前有去过进阶巨人摄影会的举手。好，看看他们在做什么。这边在缩时，缩了很多天的时，是缩了很多天的。地点在台湾大学，地咖啡二楼。对这个头有印象的举手。好，知道这个是巨人的某一只吗？某一只巨人。好 ，OK。帮我把那个影像停留在有巨人头那个地方就行了。有没有就是巨人？道具的那个费用真的是很夸张的高，然
然后我们都是无偿在做这件事情。我记得那时候他入场费的门票一个人收4万块，对，然后他展期就是好像一个礼拜还是两个礼拜，还是是多久才进场啊？摄影会，就他每期的摄影会展期都会在那。然后那时候为了那个《进击的巨人》作者来台湾，特别又在就是爆肝了半年的时间，又把这个巨人给做出来。对，那场好是为了我一个人来台湾，不是我一个人，就是那个《进击的巨人》作者，然后来台湾，然后就把这个巨人给做出来。对，所以其实大家都是同一如同仁的活，然后并且呢，来参加的朋友或是来参加的人，他们都接受，他们都喜欢《进击的巨人》，或是对这个技术非常的感兴趣，然后就会过来看看这样。对。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茶会也是经过一次又一次的累积，所以才会有刚刚讲的，因为我喜欢这个主办，这个主办每次办的活动都很有诗，很有病，然后，所以我就来参加。对，那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是茶会呢，其实也是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新的表演模式，属于 poster 跟观众之间的表演模式。我刚刚说了一件事情，就是。这是双向沟通的。今天我们 poster 会参与这场茶会，除了跟观众互动之外，我们其实在这场活动当中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自信心。其实，我要跟大家分享，我以前在国中的时候，这是几年前的事情。国中的时候，我是一个不敢上台拿麦克风讲话的小孩，就是可能那时候我是就是在。班上，我担任卫生股长吧，我记得。我在卫生股长的时候呢，我是一个完全就是讲话都不敢拿麦克风，或者是就跟副卫生讲说去叫谁扫地，是很害羞的一个小孩。那我国三，我开始玩 cosplay， 我国三开始玩 cosplay， 然后那时候我把头发剪短，因为我是部落的角色，然后就就突然有点自信了，因为在现场的时候我会跟人有一些交流，他们会拍我。那我就有一些自信，找到了一个就是表达自己的方式，另外一种方式。那我平常还是个普通人啊，我们其实平常都是一个普通人。然后呢，大概玩了10年，开始介入茶会。我是酷酷的年龄。好，进入茶会之后呢，就继续玩。然后在茶会的过程当中，每一次跟你们互动，每一次跟朋友互动，都会有新的感觉、新的体悟跟新的想法。然后你们每次给我们的反馈都是很重要的，因为会成为下一次我再继续在这个舞台上面，或是在这个场域里面跟你们互动的一个桥梁。这是双向的 ，OK。所以如果说真的未来都有兴趣，就是想要参加茶会的话，可以自己去思考，我身为一个参加者，我可以做到什么事情？因为其实呢，如果今天参加者他是有反应。反应也很好的，那这个茶会现场就很欢乐。如果他就本身没有反应的话，可能我们也会觉得有点失落，是说我们是不是没有什么哪边没有做好这样子？好，大概是以上。那我的论文就是在讲这个，现在在那个台湾的那个硕博士系统，其实也有就是登录进去的，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搜寻看看。你们只要打关键字“全职高手 cosplay”， 应该就会搜寻到我的论文。对。然后就是可以去看看啦，因为就是我很开心，就是可以因为我国中的时候玩了 cosplay， 那我研究所之后我写了 cosplay 的论文，那我相信呢，现场你喜欢 cosplay 或是你喜欢同人志，如果你有这个兴趣的话，也可以一起来做研究。好了，谢谢大家，大概是这样。谢谢大家。我要跟你。